江会长，诸位大德同修，大家吉祥，阿弥陀佛。刚刚觉得头上有风，这个不能打肿脸充胖子，不然呢一堂课讲下来就哈啾哈啾，这个。修行啊，要从哪里下手呢？净业三福教导我们，从孝养父母，从孝道下手。哎，孝道又要从哪里下手呢？哎，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。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这个身体是父母给我们的。我们只要身体有受伤了、生病了，父母会担忧啊。我们想一想，假如我们都没法让父母对我们安心呢？那我们能不能安众生的心？这不大可能。连对我们最有恩德的父母啊，我们都不能安他们的心呢、那再说安众生的心呢、这个不容易了。所以《弟子规》提醒我们：身有伤，贻亲忧。德有伤，贻亲羞。所以身体要照顾好，我们的品性也要照顾好。因为假如品性不好做了违背道德的事啊，可能父母一辈子都会很难过了。这个比生病啊，可能让父母痛苦的时间更长。对，《弟子规》这两句很重要，所以学佛首先要照顾好身体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个广告词叫“爱睡不惊老皮醉”大家听过吗？就是爱漂亮啊，不怕流鼻涕。他爱漂亮啊，穿得太少了，结果风一吹了，流鼻涕了，尤其呀、大家觉得呢，现在是哪一个地方最容易感冒？还有音乐配合，叫大家好好想一想，你们觉得？你看，像现在北半球冬天哪一个地方容易感冒？是东北吗？还是北京？还是上海？还是台湾？还是马六甲？哪个地方容易感冒？可能大家一想，越冷的地方越容易感冒。其实不见得，吹冷气吹习惯的那个地方，反而容易感冒。常常什么吹呀吹呀，哇，好凉哦！哇，一出去30度，然后流了汗呢，唰又进冷气房了，容不容易感冒？所以越觉得应该不会的地方。越 dangerous，越危险，你的警觉性啊就不够高了。修行人啊要有警觉性啊，顾念自己的健康，因为这个是修行的本钱呢。还要护念好自己的念头，这个念头让自己有正能量。
还是负的能量，都要敏锐哦。所以修行首先要自爱呀、啊，你不能每天起的念头都是负能量的，哦，让自己的身心都好像很消极，哦，很没有精神。要靠自己来振作了哦，好像跟大家有提过了，十九世纪啊，对人类最大的这个威胁啊，是心脏病；二十世纪啊是癌症；二十一世纪是忧郁症的。我们首先要照顾好自己。哇，现在看那个报道啊，像我们从事教育工作啊，现在想不开的学校老师啊不少啊，他们的工作性质啊压力很大，这么多学生的安全呢、啊、然后还要学业上啊，做人做事上啊，老师都要用心，要操心，甚至于啊，家长啊，他还要进一步跟他们沟通。所以假如又遇到比较不讲理的家长啊，哇，那这个老师的压力就相对增加了。讲到这里了，诸位同修啊，你们是当爷爷奶奶还是当爸爸妈妈齁，以后到了学校去接老师，哎，不是接孩子啊。哎，看到他们的班主任老师啊，学校老师的，我们应该讲什么？哎呀，老师你辛苦了齁。哇，可能马上有一股暖流啊流入这个老师的心田。这整个社会都是互相影响的，我们首先传递那种感恩的能量，而不是一种指责的能量。哇，你假如觉得周围都是指责啊，压力大不大？哎，压力长期大了，撑到最后身体心理怎么会不出现状况？假如大家都要求你啊，你会不会觉得喘不过气来？会哦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呐、啊。啊，我们不希望别人这么给我们压力、啊，我们也不应该给别人压力。所以言语要柔和啊，敷衍要顺人心呐、啊。讲到人家心坎里面去，觉得很感动。哦，所以这个佛法讲持戒啊，在我们在家人是五戒呀、啊，五戒第一个不杀生呢、啊，不杀生是不恼害众生的，从哪里开始呢？从我们的言语啊。让人听了觉得欣慰啊，觉得受鼓励啊，受肯定，受关心，而不是受压迫啊。啊，所以佛法呢没有离开生活啊，它的五戒在哪？就在人与人的相处当中了。哦，所以这个我们佛法呢，从照顾好身体开始做起啊、哦。我刚刚戴了一下帽子，好，那我们啊，这一个老和尚专题开示学习到啊，
上一节课是讲到了六合，我们从老和尚啊开解这个五心，因为这个题目是菩提心灌注在整个生命中，菩提心是我们的真心，用真心啊积功累德哦，你用真心讲的话有功德哦，你哪怕用真心呢只是微笑也有功德哦，所以佛门说面上无嗔供养具，你脸上没有杀气啊，一团和气啊，你就在供养对方了，对方一看到你说哎呀，我怎么看到你心里就觉得挺欢喜的，我讲到这里我怎么没有看到你们的笑意，你们现在是练禅定还是听课，不然应该是随文入观吧，面上无嗔供养具，应该笑容就随着出来，那所以这个一念之间呢差别很大，我们用的是真心啊，一颦一笑都是在做功德，我们用的是妄心啊，那就是一念之间的，那就变成造业了，造轮回业了，比方说我们有情绪了讲的话，哪怕是一个表情啊，可能就吓到别人了，所以一念之间的差别啊，我们修行人要敏锐了，那就会提醒自己啊，时时刻刻要用真心了，那老人家很慈悲啊，让我们去感受真心，他用五心啊让我们来对照我们的心，真诚，真诚就不虚伪了，就不应付了，大家有没有听人家讲话听到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再讲了，这个就有点应付人家了，或者呢这个人前人后对人的态度不一样，这就虚伪了，或者做什么事啊这个应付了事，这个就不真诚，维摩诘经，这个维摩诘居士啊他是在家佛，所以他这一部经提的很多重点，对我们修学是指导，他提到啊执心是道场，执心就是真诚心，无虚假故，就是没有虚假，没有应付，做什么事都是很认真对待，对人恭敬认真没有应付，对事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尽力把它做好，包含对物品我们很节俭，这个是对物品的恭敬，没有去乱浪费糟蹋，这是真诚，清净，我们在做什么事的时候有没有带着个人利益目的在做啊，这个就有贪了，染污清净了，所以这个用清净心去处事待人，不要好名闻利养，清净，你一有名闻利养就不是真心了，平等恭敬他人，不傲慢，没有高下见，没有分别心去待人，平等恭敬，脾
平等慈悲，正觉就是觉悟，理智的觉悟的，不感情用事，不意气用事。大家想一想，我们处理事不感情用事容不容易啊？要有警觉性提醒自己。大家想一想，意气用事、感情用事啊，这个事能处理好吗？可能处理啊，后面还会延伸出副作用来。哦，还有慈悲，慈悲啊，就替人家想，不会自私自利。所以这五个心啊，我们就可以对照。啊，那心行有这一颗真心啊，也会有行为啊。啊，你假如有这一颗心没有行为，那这个是假的了。你说一个人很慈悲，我这个人很慈悲啊，突然看到一个人跌倒了都不理他，你说他慈悲吗？哦，看到一个人饿了好几天了，你身上有钱你也不理他，哦，那这个不是真的慈悲了。那我们真心流露出来的行为啊，老和尚整理了五个纲领，就是能做到啊，三福、六和、三学、六度、普贤十愿。那我们之前三福讲完了，我们复习一下啊，你们要观察一下有没有全部还回去了啊！这些是很重要的行门啊，不能还回去的啊，要背起来。常常在处事待人接物当中要关照哦。我们要在道中哦，不然会在劫难当中哦，在道中就不在劫难当中。第一福，孝养父母。我们一起学习了好一段时间了，虽然一个月才见一次，这一段时间呢，我们的孝心有没有越来越增长？啊，没有人点头，我看我下次别来了，这浪费大家时间了，是吧？还是你们在反思，又比较谦虚，有的话也不敢表达。事实表达一下没关系啊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。你说有啊，我现在看到老和尚都给他鞠躬，看起来相上有比较恭敬，但是佛法重实质，实质是什么？老和尚的教诲啊，我落实了多少？我依教奉行了多少？这个是不是更实在的部分呢？我有遇过啊，也是很认为哇，我对老和尚很恭敬啊，我做梦常常梦到他啊。你看他都落在感情的感受上面了，他没有很客观去看自己有没有依教奉行。我一观察他呢，脾气还是那么大。老和尚常常说，别跟自己过不去啊，一念嗔心起，火烧功德林，把自己的功德一把烧掉了，我们要不要干这种事啊？学佛要自爱啊，不能自己把自己的功德常常就放火把它烧了。所以啊，我们接下来会讲到六度啊，六度菩萨所有的行持啊，归纳成六个纲领，叫六度万恨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都是对治我们的习气的。布施对治我们的贪心。你很贪的，你就很吝啬了，不愿意给人家了。忍辱呢，
对治脾气，对治嗔恚心。所以布施啊，你的福慧会增长。可是呢，你假如常发脾气啊，就会把它烧掉，保持不了。所以修忍辱很重要啊，保持。那像我们现在进一步要学习六合敬啊，六合敬啊，用现在的话就是要建立共识，就是第一个叫建和同解啊，用现在的话叫建立共识啊。诸位仁者啊，你们夫妻结婚的当天呢，有没有建立共识？有啊。哦，这个有没有另外一支麦克风啊？哇，真难得了，居然遇到啊！结婚当天就能建立共识啊，这不是一般的见识了。大家注意哦，好多事情啊，为什么不好处理？因为没有胜于死。你一开始没有讲好，你到后面就不好讲。所以大家以后处理事啊，特别要注意这一点。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，一开始没有讲好啊，后面都打混仗，大家都推脱来推脱去的。老和尚讲过啊，哎，以前的大家族啊，大家那么多人住在一起，少则七八十人，多则两三百人都有。现在我们马六甲大家族还有没有啊？比较少哦，少数哦，赶快把它保护起来，列为，列为，重点保护对象。因为他表法很好啊，世代同堂啊，那种家庭伦理很可贵啊。老和尚就提到了以前的家族啊，所有长辈啊都有一个共识，在小孩面前呢，不要吵架，不要发脾气。哎，你们也有是吧？对呀、啊，哦，你看大家有这个共识了，突然有一个人声音高八度起来了，旁边的人给他闪个眼神，好，来，关起门来再说啊。哎，这共识很重要的、啊，好，所以这个忍辱啊。你不忍了，你的福慧就被你烧掉了，再来家庭和谐啊，被你破坏了。家和才能万事兴，而且一个人脾气大，那个能量啊，会不会影响家里的人？会不会影响下一代？会啊。当老师的人脾气大，会不会影响学生？当领导的脾气大，会不会影响下属？哦，我有观察过，啊，比方说这个部门，啊，这个主管了脾气比较大，我感觉这个同仁被他带两三个月，脾气也大起来了，这都不知不觉啊，潜移默化，哦，当然我有罪过了啊。假如我是一把手，那当领导的人不能脾气大。哦，哎，他脾气大了，他造业呢，他影响一个 team 的，一个团队了。哦，我们找同仁来干什么的？积功累德来的，不是找他来造业的，那
那这个领导者就不慈悲了，你怎么找人来造业呢？哎，所以用人也是要用智慧哦，也要替他设想，不能说，哎，有人做就好了。这个都要用佛法哦，不能只是啊用感情在带组织哦。哦，所以这个六合敬啊很重要。那刚刚跟大家讲这个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，都重实质哦，不是嘴上讲的，实质就是依教奉行。慈心不杀，大家现在走路有没有看看，不要踩到蚂蚁，你看这个慈心就在每天当中增长了啊，修十善业啊，自己的身口意啊，哎，常常以十善业对照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我们今天好像有同修要皈依哈，我们课程之后再来做一个简单的仪式。那皈依是皈依自性觉正净哦。我现在起念头啊，讲话呢，有没有依觉正净？不依迷邪染哦，这是皈依哦。具足众戒，尤其这五戒，我们有没有守？还有不犯威仪啊，这个也挺重要哦。你看一个父母啊，有威仪啊，他在孩子心目中就是很崇高的。假如父母做什么事情很轻浮、轻率、吊儿郎当的，你说孩子能尊重他吗？就很难了。所以我们做父母、做老师、做领导者，都要有威仪哦。你要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。你的行为是可以给他做表率的。第三福是大乘，发菩提心。大家菩提心发了没有？发菩提心很重要哦，往生上品、中品、下品都有8个字，叫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菩提心要发出来，而且还要保持它哦，不难。为什么？那是我们本有的真心啊，所以不难。只要我们能够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我好像有贪念起来了，阿弥陀佛。你的真心就保持住了。有一点情绪起来，观察到了，阿弥陀佛，把它扶下去了。所以心呢，住在佛号上啊，就容易保持菩提心了。不要多念佛哦。三时心念提醒我们了，须臾念备念佛之心，刹那即结业之所。须臾就是很短的时间呢，你不念佛了，可能当下就起妄念、邪念了，起这个念头啊，就变成轮回业了，结业之所了，结轮回业了。好，所以啊，要多念佛哦。下联句老句是说，若要佛不离口啊，先须猪不离手。大家听过这两句吗？一个人若要佛号不离口啊，先须什么？猪要不离手啊。像这个叫念佛器啊。
这个可以算树木的啊、哦，或者你拿佛珠啊，你拿着就提醒你要念了。哎，大家有没有拿佛珠来啊？哦，我好像前面有提过啊、哦，提过两次、三次有了吧？哇，大家还是如如不动啊！哇，这个定功厉害！我没有怪大家的意思，大家不要误会。听科学家说啊，要讲21次，人家才会记住。我还没讲21次。更何况佛是第8000次来到这个世间，我这个学生呢、啊，佛给我讲了8000次我也没听，所以我没资格批评别人哦，所以我跟大家也还没讲到8000次、哦、所以我不会怪大家哦，严以律己嘛，我8000次都没做到了，我怎么可以要求别人哦，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，好，所以要念佛能保持菩提心啊，深信因果，深信念佛是因啊，成佛是果。大家现在啊，认认真真念这一句佛啊，马上感应极乐世界那一朵写着你名字的莲花就变大了。感受到没有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哎，心作心事啊，十万亿尘去此不远。极乐世界，那所有的这个环境啊，都是恒常不会变的，啊，不会像我们最近啊，晴时多云，偶阵雨，哇。这几天下雨啊，睡到半夜都好冷啊。到极乐世界没有这些问题。好。好。好，所以这个我们真心念啊，那朵莲花就会越来越大了。啊，你跑去学其他法门了。那个莲花就大不了，因为你没有发愿求生净土。然后呢，我们念到世间呢、啊、不留恋了，一心要跟阿弥陀佛走了，阿弥陀佛马上就来接你，拿着写着你名字的那一朵莲花来接你。我想到这里都挺高兴，我怎么觉得你们都没有高兴的样子？你们的脑海里没有浮现阿弥陀佛拿着莲花的景象吗？有的话，应该脸上会有相应的表情出来啊。好，啊，这是深信因果啊，读诵大乘。诵大乘经教，尤其啊，我们修净土，读诵啊五经一论，尤其啊，这净土第一经是《无量寿经》，哦，能够深入这一部经。哦，那现在呢，夏莲居老居士还有编《净修捷要》，也是很慈悲哦，怕我们现在人。工作啊，家庭责任太重啊，修学的静下来读经的时间比较有限啊。他把五经一论的精华编造这个静修捷要，所以你把静修捷要礼拜一次啊，差不多20分钟就可以了。好，读诵大乘，再来劝进行者，就是为人演说了。那前面十条啊。提升自己，最后一条是呢，劝导别人。而且我们好好提升自己了，人家一看到我们对佛法有信心了，我们才好劝人家。
假如呢，我们学的让家亲戚朋友觉得，我看还是别学好。学了之后更执着，学了之后啊，更不好沟通。学了之后都是他对，别人都错。那你看的亲戚朋友感觉吗？哇，那我们搞成这样，不止没有功德哦，还障碍别人学佛了。哎，哦，所以为人演说我，啊、哦，把前面这十条做到了，那真的人家看了都生欢喜心了。啊，这个是三福，哎，接着是六合，那我们上一次提到了。这个六合呢，是一个家庭、团体、企业啊，甚至于是一个国家能不能治理好的关键啊。我们有举了例子，离我们最近的一个皇朝，满清啊，清朝，哎，他们呢？以极少数的人呢，统治了几亿的大国。他用的方法就是六合敬了，就是首先是见和同解。那康熙、雍正、乾隆啊，他们聪明，不用自己的意思，我的意思啊，大家不服，佛的意思。无量寿佛的意思，大家没话说了。他是这样治国的哦，几亿人都治得好了，把这些原理原则放到我们的家庭当中，能不能治理好？对呀、啊，哦，所以老和尚开解这些都是宝哦。所以，假如现在家庭里面还每天叮叮当当的，啊、哦。还没用上哦，那这个就是人在福中不知福了啊！老和尚这么好的教诲，我们把它用上了，哦，这个福报因缘就很可惜了哦。哦，那假如用了之后觉得好像不能解决问题啊，那这个我们就。这个善有为依，我们依众靠众可以探讨，可以切磋一下，到底我是用了哪里用的偏了，不然怎么会没效果呢？哎，大家记不记得上个月22号我跟大家有个约定，你们忘了跟我的约定吗？好、哦，我没有伤心哦，哎，因为伤心是动心了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我觉得快伤心的时候呢，赶快念阿弥陀佛。哎，我们上一次最后，陈德有跟大家说啊，我们在探讨六合敬啊，所以大家家里面呢、啊，啊有不合的情况呢，可以写上来。结果你看我生意很不好啊，一个也没有哦。我应该这么理解，大家家里面都是一团和气，啥问题都没有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可是你们都不写上来呢，那我就很难办了。你们是不是误以为我有他心通、哦、可以看到你们家的情况？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你们又不写上来，我就不一定能针对你的情况、哦、而且我还交代哦，写上来呢不用写自己的名字，到时候我一不小心念出来，你回家，啊，你另一半就
你居然把我们的事情说出去了啊！啊，那造成你家里不和了。哦，所以都要讲求方法。哦，哦，真的有问题啊，大家一起探讨啊，一起切磋啊，可能方法就会出来。哦，好，啊。师长呢举了这个清朝的例子，那清朝后来为什么败，这个我们要判断清楚。很多的人呢，判断事情呢不够客观，太主观了，这也是烦恼，他的见解错了，他把近代中国的衰败归罪在啊传统文化，好多这种人啊。其实清朝有兴盛到世界超强国啊，他用的就是传统文化。为什么败？后面不遵守传统文化。慈禧太后掌权了，废除了学习儒释道了。关键不能判断错了，所以诸位仁者啊，我们判断事情也不能判断错。你一判断错啊，你可能下次还做错，或者你判断错呢，可能误会了他人了，那你就跟对方会有心结了。哦，所以判断因因果果啊。要客观，要准确哦，这样人家才会心服口服哦。好，那师长进一步说，见合同解，这是属于思想问题。这个其他呢，都是属于事项。这个是后面五个是事项。第一个是属于思想见解的问题，那哦，比方说我们这个见和同解，刚刚跟大家提到一个词啊，叫慎于始。所以请问呢，你组一个家庭呢，最核心的是夫妇是吧？夫妇结合哦。要不要慎于始啊？要哦。首先你找对象的时候啊，见解要不要相近？价值观要不要相近？哦，我讲到这里有人说我也来不及了。哎，什么念头啊都要往正向发展。你来不及了，你的子孙呢，你身边还有晚辈啊，哦，你人生值得检讨的部分啊，可以供养给他们啊，是吧？况且你现在都学佛了，你学佛，每一个人都有福性啊，你好好学啊，你的另一半的善根就被你给唤醒了。好，那一开始年轻人要找对象，见合同解很重要，因为成年人的思想观念要变都不容易啊，很不容易啊。我也遇过有女士啊，这个我说你要观察她孝不孝顺啊，她不孝顺啊，你还嫁给她很危险。这个女士说我要救他，我说啊，你真的有地藏菩萨的精神啊！我不入地狱啊，谁入地狱啊？哦，大家注意啊，你要改变一个人啊，他愿不愿意变是最重要的，他不愿意变啊，佛来也没用啊，
孔子来也没有用啊。哦，所以不要太冲动啊，不要面对人生大事啊太冲动啊。那大学里面说啊，有德持有人，有人持有土，所以你有德行了，你会感召同样磁场同样思想观念的对象。哦，俗话说的嘛，龙交龙，凤交凤，老鼠的孩子会打洞，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。哦，所以年轻人啊，现在认知高度不够，看别人交女朋友了，他就在那啊，每天在那看啊看啊，心都不定啊，绝对是遇到冤亲债主。对呀，大家冷静去看看，你的人生的决定啊，决定的很正确的时候，你的心是属于什么状态？一定不是浮躁的状态，着急的状态，一定是念着阿弥陀佛的状态，哦，或者很冷静的状态，哦，这个是静和通解要拉到家庭里面。团体呢，你找合作伙伴啊，也要做人做事的态度相近啊，不然到时候配合起来也会很痛苦啊。你看人一合作了，后来发现呢，个性不合了，思想不合了，你说到时候不是要结怨的吗？大家有没有遇过很多因缘呢？要往前进不妥，要往后退也很难，你没有遇过这种情况？这个都要慎于死。好，哦，那刚刚也跟大家提到了老和尚讲的长辈啊，都有共识，在小孩面前呢，不要发脾气，不要给他们不好的影响，这个共识就很重要。啊，那假如谈到呢，家庭的教育，那夫妻要建立共识，甚至于啊，夫妻要跟爷爷奶奶也要建立共识，不然小孩要听谁的？一个说东，一个说西，那不就让小孩子从小就要选边站？啊，诸位仁者，你们有没有遇过选边站的场景？好不好受？己所不欲，哎，你们配合一下啊！哦，对，我们马六甲是很有文化的地方，哎，我们神老在此地教化了一生啊，哎，我们这个培丰中学办学那么成功啊，哎。很重要，己所不欲啊，勿施于人啊。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人生经历过的痛苦啊，你一转也是菩提心啊，一转什么慈悲，不让人家受我这些痛苦，哇，那个转烦恼为菩提啊，化悲愤为力量啊！我以前被这样对待过，但是我从此以后不这么对待他人。这一点容不容易啊？
你没有很用心去下功夫哦，也不容易哦。哎，这个我以前听过一个笑话，有一个当爸爸的人太着急了，这个儿子呢还不会讲话呢，他就把他抓起来，叫爸爸，叫爸爸。当然这个小朋友很痛苦了。哎，后来过了一阵子他会讲话了。在庭院里面了，把他们家的鸡抓起来，叫爸爸，叫爸爸。哎，你不警觉性很高啊，别人对你不对的方式啊，你还会拿着去对待别人哦。这个连指控都做不到啊。子贡有一天说，我不要人家这样对我，我也不要这样对别人。孔子说，子贡啊，这不是你的功夫哦，你还做不到哦。我们不说别的吧，人家对我们发脾气啊，我们欢不欢喜？不欢喜啊。好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从今天开始我不对任何人发脾气，做不做得到？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下个决心，从此以后不烧自己的功德了啊！从今天开始不发脾气了。哎，你有那个决心啊，就做得到了。这个都要有啊共识啊，那教育啊，两代人要有共识，包含呢老师跟父母啊，也要配合好，有共识啊，这样孩子才教得好，所以这个建立共识啊重要了。但是就像刚刚老和尚讲的喽，那康熙、雍正、乾隆，那他是皇上啊最高的位置的，可是人家也没有说你们要听我的，我们自己冷静反思反思哈，在家里面呢、夫妻沟通啊，跟孩子沟通啊，我们那个心境有没有很希望别人都听我的，这个心态就不对了。应该是听圣人的，听经典的教诲，而不能那个态度要别人听我的，那叫傲慢。傲慢怎么可能让人家服气呢？那我们也要建立一个观念，不能说教育啊，教育是老师的事，这个见解不对了。老和尚有说过，家庭教育是根本，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，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发展，宗教教育像佛陀的教育啊，是家庭教育的圆满。那这一段话告诉我们什么最重要？家庭教育。那我们当父母的怎么可以起一个念头教孩子学校的事情，这个就不妥当了。学校老师啊，是对教育孩子的一个真上缘，真上的缘分。问题是我们当父母的心态要很好的来珍惜这个缘啊。假如老师在教弟子规，教做人做事，我们当父母的都不去了解，不去配合，那不是大打折扣了？
哦，所以老师本来可以帮100分的，我们都不配合了，那不是变只有30%了？哦，那父母再一配合，哇，那个效果就非常好了。哦，以前当父母的人有这个观念哦，老师教育他的孩子了，他回，孩子回家，他一看，他了解到了。都有关心孩子的，隔天拿着礼物，就谢谢老师了。哎呀，这个是明事理的父母了，这样老师就更敢教孩子了。哦，所以大家去感受啊，这个合力还是很重要，不然孩子都变成不知道要听谁的。那我们一起学习菩提心，关注在生命中啊。那老和尚用五心跟五行啊，可不可以成为你们家庭的见合同解啊？可不可以？哎，可不可以成为你团体的见合同解？哎，佛法真的管用的哦。哎，学了我们好好去用。好，接着呢，后面五条啊是事项了，具体把这些理念呢落实了。老和尚说了，戒和同修，这个戒呀是广义的，不是狭义的。这个戒是什么呢？就是佛陀的教诲、教戒，我们要遵守。要养成守法、守规矩的习惯。大家在一起呀，都有个公约，常住公约，我们都应该遵守。凡是在事项啊，可以有变化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古今生活习俗不一样啊。这个一定要因时因地，因地制宜啊。我们在生活上啊就方便了，哦，所以佛法是很灵活的哈，不是死死板板的。我们从这里都要去体会佛法的精神哦，佛法强调要本土化，要现代化，它是灵活的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啊？佛像，长得不一样哦。你们有没有去看过佛像展？哦，斯里兰卡的，那个相貌就像斯里兰卡。哎，不同国家的，哎，就是那个像，这个很正确的哦。你到美国去塑一个中国人的脸，他看了就有点心上不是那么舒服。哦，好，这个原理原则我们体会到才懂得活学活用。哦，所以佛家的戒律啊，在中国唐朝、汉朝传来的，到了唐朝啊，百丈大师立清规。就把印度这一种戒律啊，中国化了。哪些适合于中国人的，哪些不适合于中国人呢？应当如何来修订？就是把释迦牟尼佛的戒法做了一次适合于中国人修学环境的修订。啊，精神原则啊，决定如理如法，但是在戒相上啊。有很多改变，所以这个是正确的，哦，所以佛法呢，不是定法，佛现身呢就没有一定的身相，
因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相，代表是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，没有一定的身相，应该说什么法他就说什么法。所以佛无有定法可说，大家要记住这个原则，佛没有定法可说。那我们当爸爸当妈妈有没有定法可说啊？你的孩子三岁的时候跟他十三岁的时候，你跟他讲话都一样吗？你试试看，保证你出状况，是吧？三岁有三岁的因缘呢，他的思想状态啊，他十三岁了，他十三岁的时候，你还能跟他说给我站好，不能这么教了啊，你要随顺因缘哦。他年纪大了，他有独立思维了，这个时候你要多跟他交流了。对佛法这些原则啊，都离不开我们当下的家庭啊，生活工作都可以用的。所以每一个地区定的规矩，只要符合啊佛法的精神，在事项上啊可以变更，原理原则啊不变。每一个地区生活方式不一样，气候寒暖不一样，这个要懂得。哦，就像佛法是在这个尼泊尔印度从这里开始发源的，这个地方像印度啊，天气热啊，但偏袒右肩啊，要出家人穿着衣服，右边胳膊是露出来的，他好服务佛陀啊，服务他人啊。问题是到了北方呢，冬天零下十几度啊，你再偏袒看看咯，是吧？这个时候传到中国来了，哇，那服装啊有一点改变了，不然北方那么冷。所以他是看这个地区的状况啊，对，佛法是开放的，特别是大乘佛法能够适应时代。我常常讲佛法一定要落实在本土化现代化，才能普度众生，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。如果守住一成不变呢，那只能利益古代人，不能利益现代人，一定要现代化。这个是提到啊，这个戒是活泼的，因时因地可以调整。那当然啊，这个戒就是规矩，还延伸到啊社会风俗都算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所以这个戒和同修用在家庭就是家规了。你没有家规，这个家就乱了，无规矩不成方圆。当然这个家规不能太严，也不能太松，要中道。东方持国天王拿着琵琶，治国治家就要守住啊中道。太紧了，一弹就断了；太松了，就弹不出曲子来了。好，那假如以团体来讲呢？那我们设计团体的规范呢，
也要能设身处地团体每个人的情况去设计。再来，假如我们到了人家的团体啊，那就要守人家的规矩啊、哦。你不要来了就指指点点啊，不通人情事理了，不懂事了。那所以这个海贤老和尚说了，你不来我不怪，来了就要守我戒。你到了人家的道场，你不守人家的规矩了，你不是给人家弄乱的吗？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概念啊。你假如去参学到人家的团体，一到啊，哎，人家有什么请示的规定啊，啊，这个念佛堂的规定啊，我们要遵守。你纵使真的觉得有一些确实不是很妥，你也不能当场的，哎，你们这样做不妥啊，那人家主负责的人不是很难受了？你可以去跟负责的人啊，态度很好的跟他说一下，人家假如不接受了，你也不能勉强。所以讲话要拿捏分寸哦，不然人家得罪人了。应对进退啊，要懂人情事理的。好，包含啊，比方说我们在人家的团体里面，人家可能念回向文，哎，他是怎么念的？你本来的习惯，可能这个字的念法不一样啊，还是要尊重别人的念法。啊，你不要很坚持我的才是对的，啊，然后呢，那声音都跟人家不一样，哎，这个 要懂的，啊，要先顺着人家的规矩。好，接着呢，下面这个好懂，身同住，身和同住。大家生活在一起，比方说道场，大家来自啊不同的成长背景，个性也不一样，也不一样。所以生和同住啊，要懂得多体谅包容别人。人有时候你不守这些原则啊，有时候我们容易什么？以自己的角度来看事情，啊，以自己的习惯呢来看事情，然后就会觉得哎呀，人家不对啊，然后就很多这个口舌批评出来，这个都不妥当了。哦，所以这个南方人跟北方人也不一样啊。啊，每一省人，你看大陆那么多省啊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哦，所以呢，我们还是守住一个心境，啊，就是很能理解别人，包容别人跟我的差异，心量就在跟人相处当中啊，扩宽心量。好，那身呢？啊，从十善跟身有关的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啊，不邪淫。啊，哎，我们把它这个精神呢延伸一下，这跟人相处啊很有关哦。不杀生呢，主是说不恼害众生，不要让人家生烦恼哦。哎，住在一起了，哎，我这个大手大脚的一关门，砰，哇，这要改了。你现在已经到人家团体里面去了啊，尤其半夜起来上厕所，你还砰，有些人刚好睡觉比较浅的，这个我们都遇过，
可能对方后面睡不了觉了，你就无形当中去恼害到他了。哦，所以跟人家相处啊，哎，要想着我的一举一动啊，不要吵到别人，不要让人家生烦恼。啊，甚至于你用了公众的东西了，要守规矩，置冠服有定位。动物归源，你在人家团体里面呢，你动的东西一定要返回原来的地方，不然到时候人家找不到了。哎，所以这个生和同住容不容易啊？你得要敏锐去遵守人家的规矩哦，不然我们自己的习惯比较强哦。这个不恼害众生啊，不偷盗呢，不逾矩，人家不同意的，还没有同意的，我们不能去拿人家的东西，这个是义啊。义就是适宜，你这么做才是适当的。老和尚进一步延伸哦，这个不偷盗啊，不占人家便宜，你占人家便宜的念头都没有。大家想一想啊，大家在一起生活啊，啊，比方说团体里面大家一起扶劳务啊，一起整理环境啊，哎，有一个人就专门挑轻松的干，哦，都推那个比较辛苦的给别人。你看这样人家感觉舒不舒服啊？这个就没有生和同住了，所以不能占人家便宜。所以厕所谁去扫？你们都没反应啊。哦，就变成什么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了。好，一般人比较不愿意的，哎，我来承担，不止不占便宜啊，勇于承担。啊，我有听同学们很可贵哦，他们带着孩子来做义工啊，哎，厕所我们包了。哦，你看，从小就让孩子养成这个，哎，去做别人不愿意做的工作，这样的孩子以后很有承担力。这个都是教育啊。好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哦，还有不邪淫。不邪淫其实就是守礼了，礼敬而已。守礼就是恭敬，它的本质就是恭敬，哦，我们跟人住在一起啊，我们对人尊重恭敬才能和嘛，哦，对事恭敬，啊，大家办起事来才和睦了。假如我们负责的我们都草草应付了，他铁定人家会很不舒服的。包含对物，啊，我们也要恭敬。在道场里面，我们用水用电节省，啊，假如 不恭敬这些资源，啊，那人家看了就觉得浪费了，就很难受了。好，身同住，啊，口无争，这个叫口和无争。那这个是谈到，啊，言语的部分了。我们在团体里面家庭当中啊，每一天有很多言语的互动哦。弟子规说言语忍笨至明。所以
讲话的前提啊，是心平气和，心平气和才能讲话哦。啊，大家今天回去啊，可以跟家里的人商量啊，心平气和再讲话，不然呢，这个话说出去了没好处了。哦，那我们十善业里面说的，不要妄语，不要两舌，不能挑拨是非，不能绮语，不能花言巧语欺骗人，不能恶口，不能说话骂人，要口吐莲花，不能口吐毒舌了。而且呢，你看这个两舌啊，有时候呢它不是恶意的，人情世理不敏感了，他造成两边的冲突了，他不知道。所以有一句话讲了啊，会做媳妇啊，两边瞒；不会做媳妇啊，两边传。大家听能理解啊？会做媳妇的两边哪两边呢？娘家跟婆家两边瞒，瞒什么？只要有批评的，不要传到另外一边去啦。还没有警觉到这一点呢，一传两边就越来越不欢喜了。那会做媳妇了，他就不传这些话了。那我假如又说会做媳妇啊，两边传，你们会不会脑子有点乱的？会不会？你看学东西要学活吧，传什么？传好话嘛。这哦，你这个婆婆一称赞你娘家什么，赶快传，要称赞如来，彼此都欢喜。那大家想一想，这个婆婆跟媳妇处不好啊，谁的责任呢？很可能是儿子的责任哦，是吧？因为他两边传呢，完了。哎，所以这个结了婚的男士哦，哎，这些也要懂得啊，这样才能口和无争的、啊。哦，比方说啊，你母亲跟你抱怨这个几句媳妇的话啊，这个儿子说，妈，你怎么又误会别人啊？啊，你这么一讲话，妈妈一听，我这个儿子啊，娶了太太之后就没有我了。哇，所以应对事情啊，不简单的哦。出言要顺人心啊。哎，哦，妈妈讲几句啊，主要是探什么？你心里还有我没有我这个老妈什么？哦，你这个时候出言顺人心，妈，哎，我去骂他。你妈说，我只是讲给你知道，我又没有叫你去骂他。哦，那老人家也不希望家里面吵吵闹闹啊。哦，哎，只要你能理解到他了，他这个气就下来了。那更积极更重要的要做好两边关系了，多去传好的部分了，不好的那也是一时的情绪，让它抒发掉就好。好的部分要不断增长起来。
当然了，其实人啊，思想境界啊，不进则退。所以啊，活到老，学到老，应该让啊，这种学习的氛围啊，能够传递到整个家庭里面。你说人年纪大了，要不要学习啊？要啊，你不学习啊，这个正念保持不住啊。一正念保持不住了，你就会受社会那种攀比的影响。哇，那搞到最后，拿儿子去比了，拿孙子去比了，患得患失啊，老了也心不得安宁。可是你有听经闻法了，哎，你的正念就保持住了。而且你有依归了，哇，我虽然年纪大了，我知道啊，我有好地方可以去了，而且去了之后呢，我的长相就跟阿弥陀佛一样了，智慧也差不多了，哇，你看人想着未来这么美好啊，他每一天就很有动力，好好念佛修行。所以啊，护持好自己的老父亲老母亲啊，很重要。这个尽孝啊，最圆满的就是送父母到极乐世界去做佛。父母离尘垢，离尘垢就是离六道，子道方成就，这个为人子的孝道才做得圆满。不然哪怕父母这一生很有福报，还是解决不了轮回的问题了。那这个谈到的是口和无争，所以不能两舌，不能人情事理不懂啊，造成家庭的不愉快。那不能恶口，这个口业四点不能犯。无量寿经啊，也提醒我们，善护口业，不积他过。大家冷静冷静感受一下啊，当我们的亲戚朋友听到我们在背后批评他，当下他会很痛苦，很失望了，很伤心的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了。我们养成习惯，因为我们是要去极乐世界啊，养成什么习惯？养成我们的行为跟普贤行相应。第一，礼敬诸佛。所以亲戚朋友的不是啊，不往心里放。哎，人一把别人的不好啊往心里放啊，他嘴巴就很容易出来，是吧？哎，所以不放心上。我们就相信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我们尊重他。哎，他犯错啊，那是习性，那不是他本来有的。我们不计较这些，不放心上。大家去感受感受完啊，对方的不好你都不放心上，他的好你都称赞他，对方会怎么样？不好意思啦。他心里想，哎呦，我上次还无理给你发脾气了，哎，你还对我这么好，一点都不放心上。哎呦，我的好你都马上肯定，那就流眼泪了。人的心都是肉做的，都有良知的。好，我们试试看哦。从今天开始，另外一半的不好只字不提，他有一点好你就赞叹他。我们做实验哦，
哎，我们下一次见面有一个月之后了，一个月的时间做实验非常适当，不会太长也不会太短。哎，大家试试看才知道佛法管用，口和无争管用啊，关系就会有变化了。所以我们要去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，礼敬，只有礼敬，只有赞叹，第二是称赞如来，然后没有批评。另一半的善根呢，就被我们的德行啊感动了。哦，当然我们不是起个念头，我非做得他哭不可。我看你是做不出来的，是吧？你是很真心的，觉得应该这么做的，真心容易感，不是带着目的的。这个师长这里讲了，意同悦。这个意呀，啊，十三业里面讲，不贪、不嗔、不痴。大家去感受一下哈，哎，家庭里面呢，大家不贪，都互相让，欢不欢喜啊？哎呦，欢喜喽！哎，哪个亲人有难呢？不分彼此，现在，哇，这赶快给谁去治病了？财务清，愿和善，不贪财了。哇，这一家大家感觉，哎呀，感谢你们在我最需要的时候都帮助我的孩子读书啊，哦，帮助我的困难了，这个家庭就很温暖，很喜悦了，义和同悦。哦，不嗔。这家庭里面不乱发脾气的，哦，不吃，不愚痴了，不感情用事，不意气用事了，哎，这个家庭氛围就是很义和同悦的。哦，而且这个悦还有什么成长的喜悦啊？你比方说你的孩子学校里面啊遇到高兴的事回来了。妈妈妈妈，我跟你说，哎，这一幕你们家里还有吗？你孩子在学校很高兴的事情回来，妈妈妈妈，我跟你说，你没看我在忙啊？说什么说？前去写作业，我啊，第一次、第二次卡住了，本来很愿意跟你讲的，这个父子有亲嘛。天性啊，啥话都很愿意跟父母讲，我们一次两次哦，拒绝他了，他以后就不讲了。哎，所以要让孩子哇，他最喜悦的事，首先就很希望跟父母讲，这个父子关系啊，就没有隔阂。现在说代沟，哦，所以看义和同悦就没有。代锅了，好，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就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，好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